不如我哋一齐去食 pizza 同埋寿司啊！你之前唔系话好想食嘅咩？我唔去啦，我约咗深圳嘅朋友仔啊，佢话带我去食深圳嘅特色美食啊！你睇下呢只系北京烤鸭同埋石锅鱼啊，都系用中国嘅传统烹调方式煮出嚟噶。哇，又真系好正咁喎！咁不如我哋去坐摩天轮啦，你之前唔系好想坐嘅咩？是的，但是姐妹学校的朋友仔说会带我去坐深圳必坐的欢乐湾摩天轮，你知不知道那个摩天轮足足比香港的中环摩天轮高两倍那么多啊？你们看看，哇，但是呢，你这个深圳的朋友是怎么认识回来的？哦，就是上次去姐妹学校交流认识回来的。家令，我想起上次去深圳市屏山区外国语文学校那天参观的情景啦。我们祝愿我们的学校蒸蒸日上，谢谢大家。为我们的愿望是大学一看。等我哋一齐为国家嘅新机遇、新面貌、新。